你怎么也不给我打个电话呀？这么大的事儿，我给你打电话了，这不家里没人接吗？再说了，你不也这么晚才回来吗？你打我手机啊？你是现代人吗？亏你还记得住咱家座机的号。那你到底几点回来？哎呦，这可说不准。现在人特别的多，有一家洋酒公司在这儿做活动，而且我又第一天干，你早点睡吧啊！你都接手了，流动啊流动。 怎么的，杯子又摆那儿了，拿过去。哎，好，我知道，知道。我以前跟你说过吧，这个单子不可能这么做，这写的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看你这写的什么东西，拿回重做，知道吗？老这样哪行啊？这你说多少回了？18、19、20。哎，刘董，刘董，别忙活这儿了，看见没？来客人了，赶紧去招呼一下，老外。快快快，这我相信你，上，赶紧的。 行。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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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坐这儿吧，坐这儿。看，奶海飘 ？Yes, you can. Can I get one bottle of whiskey? What whiskey? Do you know whiskey? Whiskey. And oh yeah, yeah, whiskey. Okay. Great. 好，哎，两杯 whiskey。 好嘞，马上。哎，对，就那个。 老婆，哎，怎么睡这儿了？哦，怕打扰你，你进去睡吧。这睡多难受啊！挺好的。进屋去睡吧。不用了。老婆，嗯，这工作没给你打招呼就干上了，不过老板挺满意的，啊，放心吧。 行，你有工作干就行，只要你喜欢就行，以后我们泡吧就有去处了。你话里有话。哎呀，我有什么话呀？去洗吧。夫妻之间有什么事就直说，别闷着。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。 你也挺不容易的，能找到这样的工作，挺好的。娜娜，
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没用？你是不是觉得你嫁给我特别后悔？你是不是觉得我智商特别的低？没事吧你，我鄙视你智商干嘛呀？你是不是觉得我作为一个男人特别没用啊？你是不是觉得我作为一个堂堂的跳水冠军，最后沦落为酒吧服务员特别的丢人？我他妈也难受，我也委屈。这大半夜的你抽什么风啊？你是不是在哪受刺激了？首先我要纠正你啊，职业不分贵贱之分，你哪怕是去做苦力，你只要别累坏身体也行，但你不能没自信啊。你个一身腱子肉的男人，自信都哪儿去了？省着点用啊。追不上你呀、啊！哎呦，瞧瞧瞧瞧，你看看你，哎，来来来来，哎呦，来来来，快跟叔叔说个对不起啊！哎、没事没事没事啊！哎呀，小孩子说什么对不起啊？你是谁家的小孩啊？侯大姐，这是你孙子？哎呦，我哪有孙子？这是三楼王太太的孙子，我帮他看一会儿。哦，就我那俩儿子，跟你们俩口子一样，就是不要孩子，怎么劝也劝不听。哎，我可不是不要啊，我是特别想要。但我得找一个替我生的呀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没什么。哎，我走了，再见。哎，再见，拜拜。哎，来跟叔叔说再见啊。叔叔再见。拜拜拜拜。玩吧，别砸着人啊。嗯。朱小姐，你的文件。下班了，梦想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怎么怎么？今天咱们去哪儿逛啊？难得今天下班这么早，是吧？什么？啊！先放葱花，你千万不能先放盐啊，否则会煞水的。等做好了，快出锅的时候再放盐，放味精，行了吧？又怎么了？两勺淀粉要加一点水，当然是凉水了，热水就熟了。
把火加大，把菜倒进锅里。哎，我说你就自己摸索着干吧，做好了好吃，做坏了你就凑合着吃，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。真是，哎呦！啊，真是的！又怎么了？我今天不回去了。哎，吃吃吃吃！喂？啊？哎呀，你上我们家睡比回你们家睡还麻烦。再说了，我们家还有我老公呢，深更半夜的给你开门铺床。哎，我知道，可是不管怎么说，你们俩也不能采取这种形式吧？你是不是也太一根筋了？哎呀，不是，我不是一根筋。你根本就不知道彭凯旋他就是心理阴暗，心存不轨，就知道想方设法不让我看书。考试结束之前，我绝对不能回去。你就帮我一次吧，让我在你家住一晚上。哎呀，就这样吧，我累了，我真等不到你大半夜过来敲门。啊，下次吧。谁呀？跟你没关系。有情况？有什么情况啊？找了个小的啊？你不要紧，女的。哟，还是女的？那你可以啊，不仅找了个小的，还换性取向了。你给我滚！没气。梅梅姐，我想求你件事情。哎呀，这太突然了，我这地儿倒有的是，好几处呢。我不怕别的，我怕粘包。哦，我保证不会的，我就是想找个地方看看书而已。你还是先和你们家彭凯旋商量好吧，我真的不想再掺和你们两口子的事儿了。这女人之间的友情真是让人无法信任。又来！哎！呀！
呦，您就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了，丢了是我老婆。咋？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找真是假证，是的。哎，我老公。哎呦，你不要在我这晃来晃去的好吗？我跟你讲过，依我对小鱼同志的了解，他不是一个能出去乱搞的同志。啊，你来干嘛？哟，小鱼同志，你总算回来了。你这不废话吗？啊，我老婆找不到了，我不到你们公司来要人来啊。你这样像什么话呀？哎呀，行了，别再吵了，有话好好说嘛。啊，有什么话出来说吧。谢谢啊，谢谢。慢走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不送了啊。李春晓，再怎么说你也不能不回家呀，而且你手机还关机啊。你跟你说话呢，你是不是长本事了你啊？我不是告诉你了我不回去了吗？你当我说着玩呢吗？再说了，是你影响我看书在先的。那你也不能离家出走啊。啊，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一整夜，我差点就报警了。你别小题大做好不好啊？你就当我出差了或者旅行去了，这段时间啊都别找我了。废话，你是我媳妇儿，我不管你管谁啊，我不找你找谁啊？再说了，你万一出点什么危险怎么办？我告诉你啊，你早点回去，要不然我一个人在家里坐卧不宁的。有时候爱也能把人爱死，爱得太过分了就是占有。你老是想拥有他，他的时间、思想还有心境。我现在的所作所为啊，就是对你这种爱的一种不满。你这就是强词夺理。你不满到什么时候？等我考完试。那么长时间？你告诉我，你昨天晚上住哪儿了？酒店。好，你要这样天天住酒店，你得花多少钱？这钱啊，我付得起。付得起还不都是我的钱？哎，来，先吃点这个啊！我去忙了啊。这是我吗？哎哎，好，这个在哪儿的？那桌的。好。说说吧，玩失踪那位，说你呢。行了，说什么说？烦死了！这件事情啊，完全是彭凯旋小题大做。是你小题大做吧？不就一考试吗？重视归重视，你还不让他去找你，还不回家。你怎么不隐居深山啊？我们春晓那是文艺青年范儿又犯了，觉得结婚以后柴米油盐枯燥了，整点儿戏剧性的。要我说呀，有病！我招谁惹谁了？不就多一句嘴吗？还挨人家彭凯旋一顿嚷嚷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要不是彭凯旋在家总是缠着我，我也不至于这样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小别胜新婚。你在家呀，又做饭又做家务的，也确实影响复习。哎，你干脆借机会达到另外一个目的。什么目的？哎，做好了吗？这是彭凯旋的大男子主义啊！好，谢谢啊。嘣嘣嘣嘣嘣嘣！哇，三位女士，想给你们的特制饮品，慢点啊。你调的？我哪会调这个呀？我嘱咐别人调的。这三杯算我请客。哎呀，今天刘经理真出血本了。哇，这好喝，叫什么名字？啊？要不你给起个还没起名呢。褪色玫瑰。啊，好听，好听。啊，哎。啊，刘经理，是现在我的心境。你们先聊啊，我先过去。这个名字适合我。什么？那桌你过去看。啊，好 ，OK。谢谢。干，来。哎，我说梅梅，你怎么想起给我们家刘栋介绍到这儿上班了？
我知道你不乐意。哎，是有点，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，能有工作机会就想跟我们家流动。这，你没讽刺我吧？哎呀，怎么会呢？我理解的是啊，你是不乐意流动24小时都在家里待着，所以我一有机会就赶紧给他介绍过来了，骑驴找马嘛。再说了，男人嘛，什么都得经历。戴娜是怕有什么不三不四的女人缠上流动。哎呦，这你尽管放心，戴娜，就你这么优秀的，你还怕别的女人抢啊？何况呢，还有我朋友在这儿看着，绝对不会有人对流动怎么着的，不会有人欺负她，也不会有人让她欺负的，咱们绝不给她机会。来，来，谢谢刘经理，谢谢，谢谢刘经理，来，你们别谢我，是人孙总给你们发的工资，谢谢孙总啊。那各位没事的话，就先去忙吧。哎，好，好，走吧。刘栋，哎，这个是我给你的，这个月你干的挺好的，你也辛苦了。这也太多了吧，我给你，你就拿着吧，我心里有数。那行，谢谢老板。怎么着，有话要说啊？想说就说吧，这儿也没什么外人。不是，你看我干这工作都一个月了，这睁眼就没跟我老婆见过面。我懂了，但是我是真的没办法，咱们做酒吧的呢，就这个特点，熬人。是，我知道。你看能不能等我每天安排好工作之后提前回家看看我老婆啊？你觉得呢？你平时除了管理之外，其实还有一个最大的任务，用过去的话说呢，就叫做堂头，你就得跑起来招呼你的客人，有的时候因为你不在，那有的客人就不来了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，最近咱们店里女的来的特别多。哎呦，您别拿我开玩笑了。真的。那行，那没事，那我先忙去了。哎，你等会儿，把这个拿回去。我看你最近也挺累的。不用了，老板，真的，我让你拿你就拿着。谢谢老板。好好干啊。不会还没睡醒吧？家里怎么乱成这样啊？这个二期啊，咱们主要是以小户型为主，所以我觉得应该强调它们的功能性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外观设计上能不能考虑大胆一点的颜色？怎么大胆？这个户型主打应该是单身白领，
他们除了刚性需求以外，我觉得这个个性和时尚应该是他们比较强调的。那这样的话，大胆一点的颜色说不定正中他们的下怀。果然是时尚编辑出身，就是不一样。嗯，你这个想法特别好，非常好。哎，回头我把你这个建议跟设计师说一说。晚上我请你吃饭吧。你不用回家陪你家春晓啊？哎呀，他才懒得理我呢。那成，那我带你去吃好吃的。当当当当，油焖大虾。哦，原来你说的你请我吃大餐就是你亲自下厨啊？怎么信不过我的手艺啊？快尝尝。好。嗯，怎么样？高，实在是高。很意外吧？跟你家春晓比怎么样？你俩不分高下。哎，慢点，小心噎着。嗯，没事，我告诉你啊，不瞒你说，真的，我这俩星期都没吃上好饭了，全吃了盒饭。你家春晓不给你做饭吗？嘿，一言难尽。你不想说呢，那我就不问了。你慢慢吃，别噎着。平时我一个人吃饭也不香。哎，对了，要不要喝点酒啊？可以啊，这无酒不成宴呀。好，我有瓶特好的酒，我现在去拿。好好好好。老公，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，你考过了没有？我要是不考过，我能回来吗？哎，你考不过你也得回来呀，因为这里是你的家。我怎么觉得你一点都不为我高兴啊？哎呦，忘了忘了。恭喜于大编辑！瞧你把我们家弄得跟猪窝似的。哎呀，行了，这没有家庭主妇的家能收拾成这样就不错了。别老说家庭主妇，你自己也能收拾啊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大酒味啊？哎呀，老婆不在家，我只能借酒消愁喽。那我要是今天还不回来呢？那我就把你绑回来。真的？嘿嘿，哎，你想一想，如果我五花大绑把你给绑住了，直接把你给扔到车里边，然后唰唰唰唰唰，我告诉你啊，有没有点小别胜新婚的感觉呀？是吧？嗯，老婆，咱们要个孩子吧。要什么孩子呀？我的工作才刚上正轨，总编把最受欢迎的两性专栏《两情相悦》交给我负责了。哦，哼，就是那些专门教女人怎么整治男人的那些专栏吧？你真是肤浅啊！是教人如何浪漫的专栏，领导就是看中我有这种浪漫的情怀。我真没看出来，哼。我觉得你那不是情怀，你有的只是情绪。嗯，知我者应该首先是我的老公才对。嗯，哎，老婆，那你猜猜我现在在想什么呢？什么？这里暂时没有位子了。怎么没位置啊？这不有吗？哎，对不起对不起，这里有人了。有人了？怎么、我不是人啊？要不您等会儿，或者你去别的地方看看吧。去别的地儿？你等一会儿吧。把你领导叫来。哎，不好意思大哥，我是这儿的值班经理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你就是值班经理啊？啊，你们这儿的小姐让我到外边去。哦，不好意思啊。你知不知道顾客就是上帝，你知不知道啊？
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知道还不赶紧去找？你先消消气儿啊！上帝也得有坐的地儿才行啊！有地儿坐，这不有地儿吗？啊、不，这地儿有人预定了，真的真的。嘿，你要跟我找茬是吧？真没地儿坐了吗？没有，这不有了吗？哎，不是让你没有，别摔了！你不是让你叫我出去啊？哎，你干什么呀你？干嘛呀这是？老子就要坐这儿，你别啊！哎，你别这样，你要把我怎么着？哎，过来拦一下，干嘛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干嘛？消消气，消消气！哎，你别打了，别打！你干嘛呀？哎，消消气，消消气！别打，别打！有话好好说。你甭管我是谁，人家这是买卖，你要干什么呀你？好了，有话好说。滚！你干嘛呀？你骂谁滚？别生气，别生气啊！你干谁滚出去呢？行了行了，你干出去！别打别打，骂谁呢？啊！别打，好好好，别说了，别说了啊！刘栋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好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没事就散了啊！没事没事，散了啊！没事，我回家。没事，来来来，我在这上班呢。还干啊？都差点把你给揍了。回家。等会儿，那让我打声招呼。还打什么招呼啊？人家把你当回事了吗？还不嫌丢人？走。老牛。喂喂，干嘛去啊？玩不玩了？我说你到底玩不玩啊？你玩吧你。丹丹，丹丹，怎么了？怎么了你这是？丹丹，你听我说，你干嘛呀这是？行了，别闹了。你说你穿一高跟鞋跑得比我还快。今天是让我瞧见了，那平时呢？平时是不是天天都这样？是不是天天都得对那种人点头哈腰的哄着？没有，绝对没有，我发誓，这是第一回，还是你给碰上。我不愿意让你干这个，打一开始我就不乐意，可你呢，二话不说就答应在那上班了，况且又是梅梅介绍的，那我还能说什么？老婆，我知道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，让你丢人了，跟你说声对不起啊。你能明白吗？我不愿意让我的男人对别人卑躬屈膝、阿谀奉迎，我要让他顶天立地，我有能力撑起这个家。所以你可以尽可能的去干你自己喜欢的事业。是啊，创造性的嘛。创造性的。老婆，你放心，你老公刘栋我今后绝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我不求你现阶段挣多少钱，或者在多高的职位，我只求你能光彩熠熠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随便找个班就上，都不管自己喜不喜欢。咱家不缺钱，有我呢。是有你的。我了解你这次已经做了很大的让步了，这要照以前。你知道吗？我这心里啊。知道就好。叹什么气啊？我在想啊，这以后估计还得待在家里。待着吧，我呀，就当你是个大姑娘，把你关在家里，就当藏个娇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小主夫是吗？就你，有你这样长着俩螃蟹钳子的小主夫吗？不是，长着螃蟹钳子怎么了？你看大街上随便一个人，敢动你一下试试？我哎，也行了行了，回家。开玩笑，走吧。真是，瞧你这能耐。哎呀，还你了。我这回啊，终于可以以责任编辑的身份跟你说话了。我终于脱离了助理的工作，我们现在可以合作了。感觉到创造性劳动的乐趣了吗？真的是不一样啊，
过去啊，全是事务性的工作，现在你可以展开想象，联系作家和直接安排选题，而且发现一个好的作者，不亚于发现一个新的情人。这你得感谢张薇薇。喂，哎，你和彭凯旋没事了？他也不知道他怎么了，最近成天念叨着要孩子。要就要呗。我这边刚当上责任编辑，正想把这档栏目弄好呢。那你就跟他说再拖个两三年。他能同意才怪呢，他这个人反对剖腹产。拖个两三年再生跟剖腹产有什么关系啊？哎呦，哎，我一猜你们小姐俩就在这说悄悄话呢。啊，苏主编，您有事吗？啊，我没什么事儿，我呀就是听说春晓考得不错，终于考上责任编辑了，我过来恭喜你的。看他不在座位上，一猜就是到你这儿来了。春晓啊，恭喜你了。啊，谢谢您，多亏您的帮助和提携。哎呦，提携是谈不上，帮助嘛，那可是应该的。我呀，一直把你们这些孩子当做我的亲生女儿一样，看见你们在工作上那么努力，我能不伸援手吗？是吧？但是啊，大家为了培养你，可没少费心呢。啊，您可真是含辛茹苦啊。春晓啊，还有一件事儿啊，我得顺便说一下啊。我也跟总编提了一下，就是我那儿还缺了个助理，他也让我招人了，这不这两天就看着呢，可是我一个也没看上，我就看好你了。我哪好啊。你好啊，又漂亮又听话，是不是？跟你打个招呼啊，在我那个招聘助理没招到之前，你就过来帮帮我啊。你放心，也就是一些平常的事务性工作，工作量不会很大的。总编那儿呢已经答应了。说老实话，我呀就是喜欢他，喜欢天天看见你。哎呦，好了好了，我可不打扰你们小姐俩在这说话了啊，我这个老太婆啊可不方便偷听啊。走了，您先忙啊。你就老这么怂吧，嘛呢？就那么老被动的待着？那我怎么办啊？你呀，小时候听你妈妈的话，上学了听老师的话，结婚了听老公的话，上班了听领导的话。好，这世界上一大半的人都喜欢你这样的，贤良淑德，温顺乖巧。我怎么听着这么刺耳啊？废话，没夸你。哎，现在是什么社会啊？就说是上级领导吧，又不是什么事业单位，所有的事儿不都得商量着来吗？那时候让你去陪酒，你怎么知道使劲找借口不去啊？他苏云这辈子在事业单位干惯了，来咱们这儿还按他那套，你得让他知道行不通。苏主编和我说，你已经同意让我兼任他的助理工作了。哦，是啊。可是我已经做了三年的事务性工作了，以前温迪在的时候，他还有意无意的让我干点编辑范畴内的事情，现在素云来了，我每天除了分内的事情之外，还增长了许多对茶叶种类的认知，比如他礼拜一礼拜二要喝红茶，礼拜三礼拜四得喝苦丁茶，礼拜五呢又要喝碧螺春，主持会议的时候啊必须是上好的菊花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说的话太多了，必须要清火静心才行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教会我什么了？就是教会了我除了分内的工作之外，就是悟出了如何推脱酒局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了。总编，我不是发行部的员工啊，现在我证明了自己，成了责任编辑了，结果
他还是要让我继续兼任他的助理。我真的是能力有限，实在是没有办法继续兼任他的助理了。所以我想拜托您，是不是可以尽快的安排招聘工作呢？